显在我们中间。那另一面，他讲到实际到底是什么？怎样才是这教会的丰满显出来？神的丰满在我们中间显现出来。我昨天很随便的回答说人数扩增，我当然不是这样子，当然不是。这样讲到就是爱，显出来确实爱。那在众圣徒中间会显出什么样的光景？没有很特别的光景。就是平常的生活，就是正常的生活，只是或许做弟兄的不再是只是做弟兄，而是在主里面做弟兄。做妻子的是在主里面做妻子，做儿女的也是在主里面做儿女。那显现出来却是满了爱，满了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，里面。有神的供应，是在我们中间，又有神的爱，有神的丰满，就因此显现出来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光景。也确实，《使徒行传》那边弟兄们、弟兄姊妹中间满了那个爱，彼此的供应，彼此的问安，他们愿意给。完全的给出去，完全不求回报的给，就是有贫困的，有需要的，他们就是很愿意的，他们完全不顾到自己的需要，反而顾到身体的需要，所以教会的真的是对需要有爱，何等的需要有爱，这个爱，这以致在爱里。把自己建造起来，是在这个神圣的爱里建造起来。那求主得着我们，有这个保罗弟兄的意象，前面一二章的意象，何等的高超，何等的超越，也需要有他这样的祷告，真的求神怜悯我们，然后有力量，能与众圣徒一同的经历，神的建造，神莫测的大爱，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越多的安家在你的心里，一样要上班，一样要买菜。而在那个过程的里面，你有更多的祷告。主对你而言不再是客观的。是主观的，在生活里真的是我的主啊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要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不会自己来做选择，我会祷告，我会问我的主，因为这个基督已经安家在我的心里，住在我的里面，我能够感觉到他，我能够寻求他，我能够转向他，他是我的主，主带着我一起来过生活，基督要安家在我的心。所以跟青少年一起聚会，青少年有这个青少年来的，大概四五个，那还有更多的是大专的，就是这些住弟兄姊妹之家的大专的圣徒，这些弟兄姊妹大一、大二、大三都有，他们就跟着我们一起陪这些青少年聚会，你知道青少年用灵不容易，大专就比较容易而这些住在弟兄姊妹之家几乎都是。儿童班上来，就是像我们的小孩这样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从小就过教会生活，就聚会，这个唱诗歌、导读，这个都会。那读了大学呢，爸妈也是弟兄姊妹啊，当然爸妈应该都是正常聚会的。那当然就盼望孩子去那边读大学，像我女儿现在去，就希望她住姊妹之家，住弟兄之家，继续受保护，然后住到外面宿舍很可怕，孩子不知道去哪里。
就跟着这个世代的潮流就不见了，消失在啊，他就离开教会，太可怕了。那住在教会生活里，哎呀就好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看这些住在弟兄姊妹之家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住弟兄姊妹之家，对他们而言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蛮辛苦的。同学都可以睡到八点九点翘课，住弟兄家不行，六点我不知道他们几点晨兴的，早上就要晨兴哦，晨兴啊，我就这样讲说这个晨兴哦，你要看这些弟兄姊妹，我就很有感觉，所以我看弟兄姊妹，我自己原来是有感觉，就点这个敬拜父的诗歌，第一节，父啊还要保守，还要保守，我们今后永稳固，我们今后永稳，真的，我们能够坐在这边聚会，都是父的保守，都是父的保守，这些人，我的感觉，简单讲就是，他们在这边过弟兄姊妹家过生活，当他们毕业之后呢？当没有人管的时候呢，当他们出去工作自力更生以后呢，不需要再跟爸妈拿钱的时候呢，没有人管你的时候呢，你还会早上起来晨兴吗？你还愿意来持守着一个聚会吗？你还能够像这样子去传福音去看望小羊吗？我就说他们现在是学生，他们现在在操练，甚至是有服侍者的要求，有爸妈的期待，他们过一种的生活，但这个生活是他们自己要的吗？是他们自己要的吗？以前这个我就分享，以前我这个大专的时候住弟兄家，哇，每天晨兴。后来大二升大三那个暑假放暑假了，你知道吗？放暑假了，我回到基隆了，我在高雄住的，回到基隆，哇，放暑假，最黑暗的时刻，哦，没有人管，那弟兄就打来了，哎，弟兄啊，放暑假了。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说，他比我大一届，他说我很需要有人陪我晨兴啊，我可以每天打电话来，你跟我晨兴吗？阿妹，我说什么？阿弥陀，我放暑假了。哦，那现在不一样。阿妹跟他们交流说，是现在，你知道这个吃东西，就是好像吃东西，我现在晨兴对我而言不是要求，不是操练。是我的需要，是能够使我活着的动力，诚心生活，就好像你吃饭一样，你会很痛苦吗？又要吃饭，哦，好痛苦，我怎么又要吃饭？不会啊，因为我饿了，我饿了。什么时候什么人会觉得吃饭痛苦？就是小孩子，有两三岁的小孩吃了一口，我吃了就跑了，我儿子的时候两三岁，吃一个饭吃一个多小时，一口一口喂。吃到在地上滚，打在地上，然后人就哦，你过来吃，哇，痛苦啊！那个就是小孩子，他们就不知道吃饭的重要，也不觉得需要吃饭。简单讲就是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弟兄姊妹，当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的心里的时候，这个不只是潮流，这个是活命的秘诀。你呼求主，你的诚心，你导读主的话，当你摸着了主。你里面得到加强了，享受到主啊，这是我的生活，主啊，你安家在我的心里，我需要，而且这样的享受，你真的享受主。我们本是用这个动，用这个形容接触主的过程叫享受，享受主，就像你吃东西的过程，你吃东西不是操练，是享受，享受那个食物。基督就是我们真的食物，主啊，他的丰富的供应，在灵里的带领，给你感觉他的爱。他的慈爱，他的带领，他的恩典，他的生活里的经历的时候，主啊，那个吸引在你的心里是没有人可以拿去的。在外面怎么能为难？这个聚会是你不可以放弃。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陪弟兄姊妹，他们邀他们来聚会，他们会觉得，因为他们没有摸主，基督没有这样的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觉得聚会是很辛苦的事情。这聚会是有各种的理由。各种的原因，不能来聚会，或 不想来聚会，主啊，可是主得着我，我觉得像弟兄姊妹这个，我不要点名谁，可是我们坐在这边都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真的，我们真的需要向主有一种活的反应，你真的希望我们坐在这边不是要求，可是像刚弟兄这样要求我们是很好的，他说我们来到这边，既然我们都要开口。我们都来开口，因为我们不习惯用语。可是真的，在这聚会里面，在这个流里，就很容易的，更容易的，
你稍微开口，刚刚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开口，我真的摸着你们的灵，阿门。你们真的都有灵，只是不习惯去用它、你要习惯去用它。这个用灵就是开口啊，要呼求，要让我们的明德弟兄得救没有多。可是当他那边用灵的时候，阿门。我们都摸着他里面的基督，对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身体的供应。所以他说是在这个身体里使你们蛮有力量，然后众圣徒一同领略，成为那扩长高深。这个不是不只是这样子的导读，跟着平常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一起的过生活，在环境的里面，在危难里面，我们一起的转向主，一同经历基督的爱。求主真是得着我们，在里面的人得加强，基督更多的住在我们。有信望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真的是爱。觉得弟兄姊妹真的在这里，我若没有摸着爱，只是在这边讲的很高的真理，好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好像来了几次，我们真的就聚不下去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一直的来？好，实在是因为这里满了主的爱，好，不是我们天然的爱。我们若用天然的爱去爱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只是投其所好，好，可能我们只是觉得，哎，你需要什么，我来帮助你，这种爱都不会长久，甚至后来会有很多的问题。可是当我们是在主的爱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弟兄姊妹就满了那个包容，好，满了这个主的这个好像忍耐，好像各面的，好，就可以在我们里面。那我就这样的爱，我就想到，其实就昨天散会的时候，好，昨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晚上有没有看这个君豪传的这个报名人数，好，最后一个这个郑宇报名的，然后我就想到说，那散会的时候听到我姐姐问君豪说，哎，有没有邀郑宇啊？说没有。应该是说没有了哈，对。那后来我就看到郑宇报名了，我就知道是弟兄，一定是弟兄去邀这个郑宇弟兄。我就觉得主啊，我们需要这样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这里说爱，好像在这里讲，然后就过一套的生活。需要将这个爱能够活出来。周二那个台语聚会的时候，我唱到那个活出爱，我们改成台语版的在那里唱。哎，可是。真的，弟兄有一个弟兄就起来分享说，他以前吸毒啊，怎么样啊？可是，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爱，大家看到他没有责备他，没有怎么样，大家把他爱进来。哇，这个弟兄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，就觉得说主啊，今天若不是主的爱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弟兄跟他姊妹交往交通的时候。好，可能去姊妹家，好，然后这个姊妹好像，哎，是姊妹吧？可能刚刚讲说不要讲你吸毒，可是一去弟兄都讲出来了。可是我就觉得感谢主，好，真的是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，真的觉得主啊，唯有这个爱能够托住我们，好，这个使基督借着信，这个看到召会姊妹来，真的很感动，我觉得他。周一才住院吧，才去急诊，啊，主啊，去急诊，然后就想说怎么会这样，就医院进进出出，哎，结果第二天第三天就出院了。那出院以后，这个姊妹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她最近就因为常常这样进进出出啊，这个化疗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做，好，弟兄很着急，我就跟她说，感谢主，好，我们就。一步一步来，现在还不到哦，就是他可能也许下周才要做这样，可是你要先跟主求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主啊，我不是我的身体好了，我来等着做化疗，主啊，我现在身体还可以，我是要来聚会的，我是要来享受主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到底真的就是说，我们里面是有爱，好，可是我们这个基督的心要放在我们里面，好，我们唯有更多的享受主。好像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才能稳固，好，就像周一的经节讲的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是要在爱里，好，我们把自己建造起来。你不要想说这个好像谁得罪我，就是他生命不够，好，是我们自己生命不够。今天我们落在爱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包容，好，我们就能够用主的爱来爱弟兄姊妹。对，所以真的。昨天弟兄在那样的交通里面，又觉得对呀，我们在讲要建造，可是就是爱，好，不然我们若没有这个爱，我们的服事会出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服事
是要让弟兄姊妹记得主，是要让弟兄姊妹摸着，哎，我们的服事是从主来的，而不是弟兄姊妹在那边说，啊，对啊，你很会做这个，你很会弄那个，好像记得都是我们的长处，都觉得主啊，真的这个爱，真的是就是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，就觉得主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好像常常我们讲了很多，可是，昨天弟兄说这个建造教会 的元素就是基督。真的，我有这个，我们每一位都被基督充满了，我们才可以建造起来，才能够显出基督那个荣耀。那我也很摸着这个昨天在那边唱，那讲神爱我们，对啊，神有爱我们吗？神有爱我吗？那时候就完全因为你没有让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的里面，所以，哎，主爱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。那我觉得说主啊，当你用就是以弟兄姊妹啊。常常聚在一起哦，常常调在邻里哦，那哎，你的生命渐渐长大，哎，你对于诗歌或是清洁，你就用灵来领受，那你用灵的那个灵来领受的话，那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以前用那个以前唱诗歌或是导读清洁，你都是在心思里面，所以你都进不了那个话语那个诗歌的里面。那你就觉得每次唱完，你就要看到弟兄姊妹起来分享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啊，这就是，就是你在你看来就是那个欧力啊，但你没有进到灵里的话，你就觉得说，这个人哇，真的蛮有主的恩典哦。那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为什么会跟我不一样哦？因为每次来去我就坐在那里，然后就等谁谁谁那边招同啊，谁谁谁在那边唱诗歌，那你就坐着，那你就看那一个人。哎，你对这个人很了解，所以他在交通在分享的时候，你就用你的知识头脑，你就看着他，然后你就在分析这个人，然后就你就觉得说这里很好可怜啊，那那因为你非常了解这个。但是我觉得说主啊，当你用你的大能加强到我的里面的灵里，使我的灵呢也成了更新变化。那每次的来，你就用灵的话，哎，每次的聚会你就觉得不一样。不是我说我这一个人不一样，是完全是主的灵在我的里面，然后来带领。那带领的时候，你进到灵里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用你的灵来以诗歌或是经节或是导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是有连结的时候，哇，你的里面就是充满主的灵，就是你的灵被点活了啦。那我非常宝贝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不是我自己能哦，而是以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。因为我自己是常常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就常常讨厌别人，然后就是说明我们没有让基督来，哦，我们没有让基督来安家，也缺少基督，对，然后对，就是真的很需要让基督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。对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不容易，就没有办法像一些姊妹们就是很顺服、很乖这样子。也很摸索周六周日的话，他说就是因为保罗他有这样的灵态度祷告和信心，所以就是比他祷告的内容他的本身都还宝贵。就是我也会这样想到，就想说就是有在陪一些姊妹跟福音朋友玩到，那但是就是觉得好像一直陪，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起色，然后也是觉得很灰心，就觉得说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的快，但是就觉得会不会可能到我就是过十年后都已经三十几岁，然后就他们可能才得救之类的。但是就是这边也是讲到说，就是真的需要保罗这样的祷告，然后也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是需要这样子来抓住我们，然后就是很摸着这样保罗的这个态度，需要这样保罗的态度更多的来加强到我里面的人里。我们的教授，其实我们可能只是没有讲出来，对。可是我觉得，在昨天的聚会里面，我觉得很摸着到说这个建造，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讲到这个建造，建造的这个元素就是基督。建造的这个路，就是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他也会需要上这十字架。这个建造的显出，就弟兄姊妹刚才所说的，这个爱，这个爱是出于主的，
这是超越知识的爱的。这个天然的爱，你爱到一段时间，你会爱不下去，好不好？还伴侣别人，自己也被伴侣了，主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建造的实行，弟兄，帮助我们说，我们需要陪伴，对，我们要陪伴一位一位的弟兄姊妹，到他们也能够起来，他们生命长起来了，对，这个。然后他们可以去，也可以去，生命度量长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也能够从他们去连接圣徒，与圣徒结合。那我觉得真的是建造是需要出代价的，然后这个代价其实就是我们很基本的吃喝住，对，你吃喝到一个地步。丰富的吃喝它之后，这个基督的身体的丰满，就能够从一位一位的身上彰显出来。他的灵分次建造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不仅成在今世建造成为教会，在永世里面能够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，这是神永远经纶所要得着的，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把他神圣的属性分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有他爱光圣意一切的所事，叫我们有他一切的荣耀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莫大的祝福。但弟兄姊妹，需要的是我们与他配合，对，就像电厂的电非常的庞大，功能很强，我们家也装了电了，但我们要使用这个电，就需要把开关打开。同样，我们要经历保罗所经历的，保罗所祷告的，让基督能够借着他的灵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灵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在爱里生根立基，并且蛮有力量，能和众圣徒领略何为那扩展高深，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，而且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那这需要我们向主敞开，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开关打开，需要我们与主配合，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经历保罗所祷告的，就叫我们能够至终真的是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当然这不光不是个人，而是在身体里面，在教会中同被建造。这个刚刚君豪讲到这个住弟兄姊妹之家实在是太宝贝了，我们的孩子应该都要住弟兄姊妹之家，因为真的是不是为了不光是保守孩子蒙保守，这个住宿舍真的太可怕，住外面更可怕，住弟兄姊妹之家最少蒙外面蒙保守，但不光是这样，是要叫他们真是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叫他们摸到主，让主建造到他们里面，叫他们基督安家在他们心里，使他们在爱里生根立基，能够蛮有力量活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同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的扩展高深。当孩子真是尝到主恩的滋味了，蛮有力量了，你不用催他，不要逼他，他自己就会起来成仙，他自己就渴慕参加聚会，你对他一辈子就放心了，因为他在主里面已经生根立基。我记得我这个主真是爱我，我这个家里拜拜那么厉害，但借着我大哥传福音，我得救了，得救了就住弟兄之家，这个弟兄们的爱那真是我们这个享受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就是晨更，那时候叫晨更晨更四十五分钟，他享受享受，真是享受。但是不知不觉半年了，暑假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就跟君豪一样放假了。回去我第一次印象很深，回家两三天吃得好睡得好，可以睡到自然醒。然后我妈妈知道我回家卤一大锅我喜欢吃的卤肉卤蛋，我每天光吃卤肉卤蛋，我一天可以吃卤蛋吃七八颗，然后他就知道我喜欢吃煎的石木鱼，哇，我们家养石木鱼嘛，都自己养的，哇，我这个吃的非常的享受。可是很奇妙，我回家那两三天闷闷不乐，我就觉得说奇怪嘞，回来这么享受，
爱看电视就看电视，要睡觉就睡觉，没有课业压力呀、啊，又吃得那么好，什么都好，可是为什么闷闷不乐？我就问主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我会闷闷不乐？”主说：“说你没有诚心。”哇，对对对，我隔天呢、啊，自己就、啊、早上就起来诚心，哎，享受，真是享受哎。你若尝到主恩的滋味啊，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，会像财神的烟海一样，切慕那纯净的话呢，叫我们靠此长大，一直得救。哇，吃吃吃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就蛮有力量，弟兄姊妹，要吃才有力量。我们早上有力量来坐在这里，因为有吃早餐。你都几天没吃啊？不用来，不要说来这里聚会，在家里啊，你就觉得没有力量。吃一吃就有力量，所以他说、啊、是蛮有力量，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扩长高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领略神的丰富。就需要在身体里面，要在身体里面，你必须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要来聚会要有力量，不是你想来聚会。我讲人呐、啊，随波逐流容易，逆流而上不容易。要来聚会是要啊征战的，需要有力量的。我记得哇，那一次、啊，因为第一次放暑假嘛，我享受享受啊，真的是有力量。我早上啊，因为我家在云林县口湖乡，很乡下。那时候云林县只有斗六跟湖尾啊有教会，但我去那边啊转车很麻烦。我去嘉义啊反而容易，但是到嘉义要搭车搭一个半小时。那我又怕我父母那时候还没得救啊，我怕我要去聚会被他们知道了，去不成的，所以我就啊趁着家人还没有醒来，我早上五点半就起床，蹑手蹑脚的，偷偷的，很小声的，简单盥洗一下，偷偷摸摸的就溜出去了。最早一班车六点，我五点半就出去等车，因为怕我父亲如果醒来，我出不来了。然后去聚会回来啊，到下午大概两点多，很享受啊。但是我知道哇，回家啊。因为我很怕，我爸，我看到我爸爸就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，我爸爸只要眼睛一瞪，我就发抖。但我很怕哇，我整天早上不在，他一定问的。然后一路上就祷告，然后我走回到我家门口，我姐姐已经坐在我家门口等我了。看到我回来就跟我讲：“你死啊，你死啊，人在受气啊。”我心里面就一直迫切祷告主啊，这个带我过了，带我。我一进家门，我爸爸就板起脸来说：“你去哪里？”我就说：“我去嘉义。”嘉义。我心里一直祷告主啊，叫爸不要再问下去。其实他也知道我去聚会了。然后他我一说我去嘉义，他说：“哦，那就没事啊。”然后每周都这样。其实他都知道嘛，我怎么礼拜天都不见了？去嘉义做什么？去嘉义聚会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真的是啊，那要出代价啊。我们真的尝到主恩的滋味啊，主加强我们，我们这个人啊，真的有力量。真的会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实在，我刚刚讲了，我们以后弟兄姊妹的孩子啊，要鼓励他们去住弟兄姊妹之间。想好好享受主。保罗的祷告啊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到有一天他自己有力量渴望去参加聚会了，你对他一生啊就放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个人享受主是一个丰富，但是啊身体啊更丰富。对啊，你看不见的，有的肢体他是眼他看得见，你听不见的，有的肢体他是耳他听得见，他可以帮助你听，有的是手，他能够帮你做，在身体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身体里面啊，得着更大的丰满。所以这保罗就说啊，使我们有力量，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来扩长高深。的确是这样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，
要宝贝啊过教会生活，宝贝和来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领略基督的阔长高深。主看重这个，主宝贝这个，他不是要得着一个啊一个属灵的人，也不光是啊，我们遇到了许多的难处啊，他要带我们过来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啊，我们许多的难处要能带过来，需要啊有身体扶持我们。我从前不讲过吗？我曾经就跟一个训练学员讲，他问我说啊，我到一个地方去，我怎么能够活得好？我说啊，你要啊，这个前后左右上下都有人，你就啊活得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若周遭都是弟兄姊妹扶持我们，我们就不容易啊跌倒，我们就容易弟兄姊妹扶持我们，陪伴我们，在我们人生为难的遇到为难的时候，他们能够陪我们过来，与我们一起祷告，与我们一同征战，带我们一同过来。所以这个主死而复活以后，这个那天清早啊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因着爱主，一大清早到坟墓找主，主还没有上到天上向父到父那里去，就啊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这个主的显现是玛利亚啊把他逼出来的。但是到下午啊，主第二次显现是啊向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。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主向他们显现？是因为这两个门徒啊走下坡路了。这个耶路撒冷在山上嘛，这个以马忤斯在山下，他们呢、啊、走了11公里，他们回离开耶路撒冷了，因为主明确告诉他们要啊留在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两个门徒啊是灰心了，失望了，他们呢、啊、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啊以马忤斯去，主为了挽回他们，亲自向他们显现，陪他们走11公里的路，一路上啊一直啊本着圣经这个讲他关于他的一些的预言。但是到那天晚上他们坐席的时候，主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，他们才认出来，哇，是主。当他们认出是主的时候，主突然间这样就消失不见了。然后他们两个我看应该晚餐没吃啊，连夜啊赶回到耶路撒冷去。等到他们回到啊身体里面，回到啊门徒中间的时候啊，他们在那个跟门徒们讲，哇，主向他们显现了。他们正在讲的时候，主真的在显现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一次显现，主就向他们呢、啊、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主为什么陪他们走11公里的路，甚至和他们一起要吃晚餐的时候，没有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而是等到他们回到身体里面了，这时候啊，主才把这个神所应许的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灵的福啊，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，那个福就是啊所应许的那灵。神为什么没有那时候啊，等他们回到啊身体里面，回到耶路撒冷的和门徒们聚集的时候，主才向他们吹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看见主宝贝我们回到身体里面，宝贝我们过教会生活。连多马那一次啊，多马不在，主复活了，向门徒们显现了，但是那次多马不在。等着后来门徒们跟多马讲说，哇，主复活了显现了，多马不相信了，说除非啊我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钉痕，不然我真不信。主特别啊为着多马，那隔了一周多马来了，主就在啊向他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主宝贝我们啊能够过教会生活，宝贝我们能够啊过身体的生活。当我们在身体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领略更多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要过教会生活需要有力量，要来聚会需要有力量，我们要有力量就需要我们向主敞开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吃它喝它享受它，我们愿意向它敞开，它就要借着它的灵把我们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能够借心安家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能够在爱里生根立基，这样我们就有力量，
能够啊起来过教会生活。啊，但愿我们啊天天都吃喝主，享受主，跟弟兄姊妹啊一同的来吃喝享受基督，叫我们天天有力量，叫我们这一生都有力量，一直啊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这样之中我们就能够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